西方人重视科学，所以他们一切要求真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喜欢圆满，我们讲究艺术，所以我们是求善。当然真跟善其实不完全对立，不完全冲突，他们是可以相容的。只不过我们有时候为了善，我们会有点失真，我们也很乐意接受。我们希望各位了解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。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，叫做生活。人活着就是为了生活嘛，不然你为什么？所以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生活好浪费时间，不要这样想。我们整个生活的过程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。如果一天到晚都工作工作工作，那这个人还有什么价值？我们在工作、休闲、学习、锻炼，还有各种活动当中取得一个平衡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。那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人情。如果没有人情，你这个生活很枯燥很乏味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没有人情味。人如果没有人情味，那跟动物是没有什么不同。当然呢，有很多人很害怕人情，因为觉得人情呢、会把一个人啊弄得失去了理性。会，人情有时候是个包袱啊，为了讲情你就不讲理了，经常这样。所以情也不能讲得太过分。因此第三句话，人情最重要的就是合理，就是合理。你看人情只要合理，你就不用害怕。所以什么叫做圆满？圆满就是合理的表现出你的人情味，就非常好的状况。人与人在一起，他讲究的是互动。互动啊，难免会起冲突，就好像我们牙齿跟舌头天天在互动，偶尔会咬到，因此呢也不用担心害怕说，哎呀，我做这件事情很唐突啊，我好像得罪了某人。其实也不用太介意。我们的建议是这样，我们事先尽量的小心，尽量的防范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，你就用不着后悔。你后悔什么用？所以我们是一个不道歉的民族。这话很奇怪啊，你习惯的是道歉的民族，就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向你道歉，你接受了就没事了。中国人，你得罪了他，道歉也没有用，道歉也没用。他嘴巴都讲没有关系没关系，实际上他是耿耿于怀。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小心。我们是要求你一开始就不要去得罪人，而不是得罪了以后才来道歉。我想这个是重点。但是万一得罪人怎么办？其实用不用道歉，你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做一些补救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比如说夫妻两面吵架，吵架完你去道歉，他觉得你见外，夫妻还有什么道歉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倒杯茶给他喝，他就感受到说，哎，你在道歉了。中国人也不能说他完全不道歉，
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用实际的行为、实际的动作来表示你的歉意，而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说道歉道歉，不是。因此呢，我们一切都比较艺术化，不像西方那样直来直往，爱你也说出来我爱你，啊，不喜欢你也坦白说我现在不喜欢你了，什么都讲得很清清楚楚的，那有什么艺术呢？中文比较讲究含蓄的美，含蓄的美。我们很多话讲到差不多，我们就不会再讲下去了，再讲下去就没有意思了。同时我们又讲究亲疏有别，所以你看啊，对越疏远的人我们几乎是越客气，我们讲话又有保留，对比较亲的人呢，我们反而比较不讲究礼貌，我们反而比较容易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们要小心，当人家把心里话告诉你的时候，就是开始把你当比较亲近的人，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不要去拿捏了，你要怎么样去回应他。我的建议是，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保持相当的距离，哪怕是夫妻都要保持相当的距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人被人家从头到尾看透了以后，他是很不自在，他非常不自在。所以就算夫妻这么亲密的，偶尔要有点分开的，所谓分开，你在同一个屋子里面，他在不同的房间，让他去做他的事情，你少干扰他也是必要。从早上到晚上紧迫盯人，24小时追踪干什么？最后一件事很不愉快，我们是在团体当中有个人，看到个人就想到团体。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，中国要合起来想，你就比较圆满，一分开来想你就很糟糕。你看我们的财产是大家的，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可以动用的钱，如果说有一方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把钱整个控制住，另外一方要用任何钱都要征求他同意，都要他批准才可以，我想这已经不是夫妻了，已经不是夫妻。我的做法很简单，老蒋，我领多少薪水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个男的，我要么不要结婚，我要结婚的话那家用应该我负担，我太太赚多少钱我也不管，那是她的事，她愿不愿意拿出来用我也不过问。所以我尽我的所能，我就是把赚来的钱我统统交给我的太太让她去管，我也不过问，也不让你问什么干嘛，我自己要用的我另外去赚，那我另外赚的钱你也不能干预我，你不能说通通集中管理，那我不干。我想和中有分，分中有合，大家彼此尊重，个人有个人的一些，这个很重要，叫做自主的裁量权。你总要不管多少嘛，总要一部分钱是我决定算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那人活着干什么？我想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这样，主管不要完全控制住部署的一分一秒，没有必要。你让他有些自主，让他有些弹性，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。你看两个人很亲密，很亲密，到最后就是翻脸，就是翻脸。那何必这样？保持一些合理的距离，彼此都自在。
这样会比较安全，而且会持久。过分亲密不是好现象，过分疏离就越来越见外，很多话不敢讲，有事情不敢谈，那最后就无法沟通。我们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礼貌一定要有。什么叫基本的礼貌？我是觉得最好养成了见面就像关心关心对方，不要开门见山就去谈事情。各位把这两种人去比较一下，有一种人是开门见山就谈事情，有一种是他把事情缓一缓，要谈的事情缓一缓，先说哎呀你进来怎么样，你气色不错啊，有什么好事情呢，说来听听看，先扯一下。其实是什么，就是把对方的情绪稳定一下。我觉得中国人把情摆在前面了，就是见面先把情绪稳定，然后再谈其他，这就很